我是刚关列车上的110，今年6月18号，报站13:04，所拍摄是5614，花莲发车前往海线，开往潮州的1223单电脑加新车，我们举报。叫海鲜港厂长，哎，佳慧啊，佳慧426450发车，叫花东，哎，对，426。450发车叫花东银行资本的13012辆编组。皮蛋豆腐汤呀，现在就在那头。刚刚交回5614。这班是七度，各位旅客，七度，每度的下车时，请您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08858，6二条桥，全都以及3014哦，13条皮蛋豆腐，细致，细致，奥吉扎，细致，细致，西子，2:07，谢谢哥哥，安全了，拜拜。